大家好，我是大龙，今天跟媳妇回老丈人家，路过附近有卖鱼的，准备买条大鱼回家。咱要啥鱼？汤子。汤子，有汤子是吧？还要青鱼。我们人多人少啊？啊？人多也不怕饿。就六个人，六十个人。汤子多少钱一斤？10块钱一斤。十块钱。来啥鱼？汤子吧。哎呦，这家伙得多沉呢！那不是，那个鱼少。青鱼少。啊，对，青鱼太少见了。82块钱。行。磕不磕？磕不磕？杀吧。杀吧。回家还得停呢吗？嗯。来，放你身上啊。这一条大鱼8斤多。再买点啥吧，一会儿买个西瓜。买一个呗。好看吗？啊，好看吗？那个，这个青鱼得10斤呢。10斤吧，12斤也就那样。不能吧，得多吧。这里边说也没有，没有。行，谢谢啊，走吧。来条大胖子，放车上去。走吧。现在鱼买完了，继续赶路。扎来，看姥姥老了啊！能当会姥姥不是？走吧。你家伙老了啊！行不行呀？那谁？你让他喊一嘴。你家伙老了，你家伙老了，咱不进屋了啊？没有。大宝，你到家了！哎呀，来扎姥姥吧。哎呦，老大宝回来了。那你快叫我大姨呀、啊！把鱼拿屋来。这屋里头了就挺那啥，我还夸眼着呢。干啥去吧？反正给抬点保姆。邻居抬点，俺大哥。啊。什么玩意儿？这个粉鱼的喂鸡的。啊。哎，鱼放哪儿吗？放哪儿就行，放哪儿就行。来时候搁道这么大呀，搁道边俺俩看着就买了一条。大胖子，这白疼你了是吧？又买又给你买好吃的呗。招大姨吧，要明天不给你买好吃的了。大姨给你买花衣呢，行不行？哦，宝宝有，那不要拉倒，不要花衣了，要不要？买，老给你买那衣呢。在哪的？老给你买花衣呢？姑娘不穿呢？你说咦呀，这天，这不得人大姨了？你咋的了？你说这回来没有好吃的呢？你叫姥姥，你叫姥姥。